老板怎么卖？老板，我要吃一碗，一碗。你要煮给我吃了没？啊，我买冰淇淋。什么口味？巧克力口味。这个颜色。这个颜色。那有，我这两个你要哪一个？大便的。好，这个，但是跟这个有大便跟巧克力。我要另外一个大便。多少钱？400块。那么贵哦。土匪哦，我不要了。100块。太贵了，我不要。哇，你好厉害啊！
了。